什么是恋爱中的松弛感？啊，回来了，我擦擦桌子，扫扫地。别装了，下班跟我去放松会儿呗。家是不是那么干净？我又不是小时候家长不让你玩，你待会儿吧，饭好叫你啊。啊，原来你可以大胆的去做你喜欢的事情，约会也是可以量力而行。上次不是说好去吃料吗？怎么就吃这个？上个月不是刚吃吗？嘴馋了。 不是馋了，我是觉得好不容易约会一次就吃这个不太好吧？你家里有多少钱？你这么花？要是每次出来约会都吃好的，家里得多大？这些钱想象能干好多事儿呢。再说了，刚才出来约会又不是只为了吃饭，我跟你在一块吃什么都开心啊。特别是。多好啊，有吃有喝的，还不知足啊？做错了事也不用挨骂。你在干嘛呢？ 我昨天不是把车送去修吗？我刚发现我没开回来啊。那你别急，我这有联系4S店，我马上就开回来，你等我一会儿。没事，在打车呗，正好还有星期数的拍的出行，每车都有5元和8.5折的优惠券，打的越多送的越多，新人还有寄的优惠券，剩下的钱还能买两杯奶茶。这么好啊，那我赶紧下一个，咱打个车。不用下，他这华为应用市场搜索拍的出行就可以直接打开，不用下载。这么方便啊？那咱打一个。打一个，没有吃行的出不了门了，打车更方便。 只不过对于我的小爱好，他啊，没看过，快点！哎呀，买了2个手办，很便宜，真的就很便宜，我才买了这两个。龙珠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还知道龙珠呢？不光知道龙珠，我还知道哈密哈密哈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规规矩矩你都知道？你天天看我不会都学会了，就你这俩手办不好看。啊？怎么不好看？我觉得挺好看。哦 是我飞，我枯绿了。明天之后，终于有虚名的晴空。